我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对你们疏于管理。不要想，你这个月奖金也被扣了。就是因为啥呀？因为该。不是我因为啥该呀？你因为啥该？咱们小区一共三个大门，两个大门都没问题。你看看，我从监控里调的，就你这个门出现了问题。啊，这个人第一天帮阿姨扛菜，我让他进来了。第二天帮大爷扛水，我让他进来了。第三天他谁也没帮。那你为什么让他进来？跟我混熟了。你怎么就这么不要脸呢？哎什么哎呀，哎什么哎呀，站好，立正。站岗的口号条例是啥？认真执勤，认卡不认人。卡是什么卡？出入进门卡。人是什么人？出入的各种人。啥意思？就没有卡不让进。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没有卡任何人不让进。那要是熟人呢？熟人也不行，就是亲爹也不行。要是你亲爹呢？那也不行，我亲爹也不行。领会精神，领会。气人不气人呢？小脸儿，你这长了，天冷多穿点啊。主家，我是你叔，我跟你不熟。你不认识我？认识，我们赵经理的岳父大人啊，在我们总部。那我明白了。是不是卡的事儿？那个我这出来我一时疏忽了，我下回我一定改，我保证拿卡。这回我刷把脸行吗？不行。哎，你姑爷说了，就是他亲爹来，没有卡也不让进。你这孩子没整明白啊？你们赵经理是不是跟你说的？说他亲爹来不让进啊？我是他岳父，也不是亲爹呀。哎呀，范叔，你还真给我问住了，有点。你这么的，我请示一下啊。赵经理，赵经理，我是于小脸。干啥呢？我这开会呢。那个，你刚才说你亲爹要是没带卡，他也不让进。对。那假如你老丈人现在在门口杵着呢，没带卡，让不让进？那也不行，领会精神。你姑爷不让你进。你说他这人怎么这么省？哎呀哎！爸，那我妈在家等你呢，赶紧回去吧。我不是没带卡吗？哎呀，爸，这物业通知多少回了，不带卡不让进呢。就是，哎，你不带卡了吗？啊，我带卡了。你把我带进去。走，咱一块进去。站住！带卡，这不有卡？怎么的，俩人使一张卡进呢？咋的了？看着写咱们一车一杆，一人一卡，俩人使一个卡不让进。就你这意思，如果我一个月不带卡，我一个月就不能回家呗？那就跟他分租了呗。这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但是业主，我还是物业的家属。他是赵经理岳父，我是赵经理媳妇儿。你让不让进？让不让进？你又把我问住了。我再请示一下，赵经理，赵经理，我又是于小脸。干啥呀？我这开会呢。假如。你媳妇儿也没带卡，在门口杵着呢，让进不让进？你怎么那么多假人呢？领会精神。还让我领会精神？领会精神啥意思啊？就是不让你俩进。这不是看见卡了，怎么就不让进？怎么就不让进？不是，这么的吧？啊，要不我出个招，好不好？你们俩呢，石头剪刀布，哎，三局两胜，谁赢谁进。来吧，爸，来石头剪子。我跟你玩呢。这么的吧，你妈是有急事儿，非得找我回事。这么的，我拿这卡先进去，你叫刚子给你送卡啊。行，好不好？行，哎，刚子到北门来，赶紧的，快点的。哎，看见没？有卡了啊，请进。有卡了，我还不走这偏门呢，把大门给我打开，走大门。有卡任性。事儿呢？啊，对，我没啥事儿哈。还得回去。
病，进不去了。看着没？哎哎哎，大爷大爷大爷，这回是真卡住了，卡在里面呢，不要翻杆好不好？哎，怎么了？爸，咋回事啊？爸，卡住了。怎么卡住了？看不出来啊，爸生气呢。因为啥呀？因为你不让你老丈人回家。你过来，嗯，你过来。刚才你跟我通话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在旁边呢？我告诉你了。你告诉我啥了呀？你不是跟我说是假如吗？那你不会领会精神呐？赵刚子，你等你晚上回家来，我让你好好领会领会我的精神。我这人就是精神不好。赵刚子，把卡给我。那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咱俩分居。不是你分居，那我睡哪儿啊？睡沙发，你等着今天晚上睡沙发吧你。你等着，一会儿我回家，我就把沙发拆了，我让你睡。不是，那个爸，哎，拽着你，干得漂亮不？啊，漂亮不？漂亮不？他俩没带卡，我没让他进。你看漂亮不？啊，漂不漂亮？漂亮，你看非常漂亮。高兴不？高兴，高兴了，不行不行的了。那你给我笑一个呗！我都睡沙发了，我笑什么笑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看出来了啊！你是跟我赌气呢是不是？你坑我呢是不是？啊！你现在满脑子全是坏水。你先等一下，我脑子里确实没有坏水，现在我肚子里憋了一泡水。我，你帮我盯一会儿。我上厕所，马上回来啊！哎呀，来得这么急呢！哎呦，赵经理，哎，忙着呢。您好，您好，您怎么来了？来检查工作来了？我下来走走。哦哦。哎，我听说你们这小区业主投诉你们这个站岗不严，你这大经理亲自站岗，这多好啊！哎呀，您们批评的对。啊，是我们的问题。前一段时间呀，我们疏于管理，但是您放心吧，我们现在已经加强管理了。我们那个保安呢，他肚子不舒服，他上洗手间，我替他站一站岗。这就对了，咱们这些做领导的就要好好的关心这一线的同志。是。哎，对了，您腰好没好啊？我腰啊，啊，好多了。您看这事您还记着？我能记不住吗？我今天给你带药来了。哎呦，下班前呢，你到我那儿去一趟，把药拿走啊。哎呀，谢谢。然后咱们俩好好聊聊天。行行。说实话，啊，时间长见不着你，我真挺惦记你们的。哎呀，我也挺想念您的。那行，那我先进去了啊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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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出去。往后烧，你烧出去。不是，哎，你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干啥？他没带卡呀？他不用卡。凭啥不用卡呀？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在这儿？你干啥呢？不是，我没带卡就不让进。他不用卡。啊，等会儿吧，我捋捋啊，我捋捋啊，我你等会儿我捋捋。啊，他没卡上去。啊，刚刚你老丈人，呼哧呼哧的。啊，你告诉他出去。我你媳妇儿，呼哧呼哧的。叫他出去捡个布。啊，嘎噔嘎噔的，啊，过来了，没卡你就让他进，臭不要脸！啊，我都听着了啊，我想念你，我也挺想你的。哎呀，你腰不好，哎呀，我一会儿给你整药敷上。哎呀，赵经理，赵经理，万万没想到你怎么是这种人。看着吧，看着吧，看着嫂子来了，等着吧。哎呀。哎呀，李总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李总来了，哎呀，太想你了，哎呀，挺好的吧你，挺好的，你们俩认识啊？认识啊，我俩常在一起，我俩是好姐妹，高手，来来来，你跟老弟讲讲，用的什么招让他俩处的这么好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胡说八道啊？啊？你别说了，这是咱们总经理，总公司的老总。对，他是刚子的直接领导。瞎说啥？你瞎说呀？跟他这一腰啊，那他都……哎呀，前两天咱们小区里有一个业主车坏了，我不是帮着抬车来着吗？哎呦，那完了，
赵经理啊，你看我不顺眼，把我奖金都给扣了。那李总，我没让他进呢，这个月工资那不就扣没了吗？我为什么要扣你工资啊？李总好，你做得很对。你叫于小脸吧，赵经理都给我介绍你了，说你人呢非常好。是，你跟着赵经理好好干，肯定有前途。是，他说我好啊？怎么的？不要脸的人就不能说你好吗？行了，李总，你上我们家坐会儿吧。啊，行啊，我去看看老人。行，哎、走走走。好，好，哎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刚子，早点回去吃饭、哎、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回去，好嘞，好，慢走啊。哎，哎呀，听着没？哎，赵经理，听着没？听着没？啊，他说我，你可真好。哦、你想想，哎，我这一认真工作，我这还受到表扬了呢。小鱼啊，你看见没有？只要你认真工作，谁都会赏识你的。今天这事其实赖我，为什么呢？我工作太简单了，其实我应该跟你好好谈一谈。你看这人干工作呀，他就是个心情，你心情好了以后，你工作干起来你也会带劲儿。赵经理啊，你说的太对了啊。哎，我现在心情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我一开心了，我工作状态都不一样了，我现在就想快乐的工作。好，小鱼啊，哎，你现在的工作状态怎么样？非常之好。我们的口号是什么？认真工作，认卡不认人。好样的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我进去了，站着。干啥呀？你没有技能卡。哎，我没卡，你咋知道呢？你刚才那卡呀，给我嫂子了。哦，那我这个经理的工作证行不？赵经理好，行。小子真淘气。